那各位同心，我们请就坐哈，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开始上课，在一分钟之后开始上课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因为头拄啊下课迄时有听到咧讲，咱迄阵啊是美国美利教的来甲咱轰炸啊。现在较少年的，也是一般的人较无了解，拢讲日本来打台湾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有的唔知安尼啦，啊，我唔只讲去台中州啊，咧讲228事件，为什么世界各国？拢无反应，即大家较简单诶吼，讲互大家知啊，就是安怎，伊甲咱骗啊，用一个公文，迄公文大家已经看过啊嘛，对无？讲啊，一月十二，甲你啊。公布1946年，甲你公告讲，日本留落来遮个人，啊，一夜之间变为中国人，咱的国旗甲咱改做中国人，迄敢用一道公文尔呢？美国、英国三次抗议，搁迄个要做啥？加拿大过来咨询，诶，讲啊，你要改人的国籍，那是爱有三个，你自愿，啊是叫做啊意愿，哦啊，大啊是爱有宣誓，有啊无？这些动作拢做起来无？拢无嘛？啊，所以这是不合法的。啊，不合法，用安那个搞你不合法呢？光复节啦啦，回归祖国啦啦。啊！你看那个光复节在中山堂那个会议厅内底挂四面国旗，讲做光复节啦。什么国旗？美国、英国，啊个加联牌，啊个一个苏联，四国。啊，面顶是美国国旗。啊，甲咱讲光复节，光复节，好、哦，咱啊。大家迄阵啊，日本遐留学生啊，常讲哦，对啊，台湾光复啊，大家回到吼，拢、哦、用安尼甲你骗啦。啊，所以咱这个人敢死敢死，因来讲，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，你们不可以请愿，也不能抗议，你们结群游行来抗议，机关枪架起来就跟你扫射。世界哪都无起来抗议。啊，恁家的国民啊，伊个想法讲啊，恁迄个家的国民啊，又搁想倒转来，啊，你们是战，因为你们迄阵啊，大家拢是国民啊，啊，因家的拍死的，因家的里面等于是内政的事情啊，啊，但是人道上那边。伊要来讲的是，伊讲，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啊，一定要接受命令，我们的命令要接受啊，不接受抓去枪毙。我用这个模糊的状况去，啊，世界大概点点啊，
哎，无法度啊。所以这吼，大家搁去思考哈，咱过来看准备的资料。啊，这白色恐怖慢慢在，啊，这啊，予大家看就好啦吼。这就是安怎呢？伊这个是啊，美国人啦，伫福大咧做教授啦。啊，迄天啊，拄啊那会较拄好，伊我莹莹会当走入去行政伊也所里面啦。伫拖底讲去看到这张啦，这拖底页条，哎，抽开看，啊，怎甲翕一个相？咱这的公务人员吼，拢咧做假啦，拢咧骗啦。恁大家想看卖？这是行政院的，算是都是那这里行政院的当职员的话，都是算是高阶的职员了。啊，在做啥？咱来看一下，这下哦，这吼、哦，因这个科啦吼、哦，这个科吼、哦、叫做祖国科的同仁啦，吼、哦、亲，一个叫亲爱的哈。哦哎啦，哎，同仁呐、啊、吼，每天呐、啊，啊，在行政院一点，这个一点通吼，啊，加的报道内底啦，最少拢爱点五十摆按赞呐、啊，赞唔敢下错，啊去点呐、啊，至少要，吼、哦，那个点击五十次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吼、哦。啊，点完了以后吼，而且个物价来回报完，啊，这个表底下咧登记，讲多一个有点，多一个无点，啊，这个小姐哦无点，啊，这个吼，啊咧记录，啊，这拢咧做骗的，公务人员，食饱唔去讲。食安的问题，社会发生的状况，年轻人的就业问题，年轻人购物问题，拢无咧讲，阿咧讲，咧做起来伪造民意。安尼看，这无紧赶好走，拢伫遐咧食了味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讲台湾人民吼是啊，足好管的，无法度。从食安这个问题吼，那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，即我讲我的感觉吼，有食到这个食安的，这个人的命。去甲政府讲，我不爱交税啊！联合起来，我请这公务人员加领钱尔啦，无咧甲做工课，我哪会搁爱搁去交税？啊，若搁讲啊歹听，讲安尼好，你若要搁叫我交税，恁这有相关这人，拢减薪一半，啊，毋则过来交税。先减轻嘛，人民团结就有力量。我去南非约翰尼斯堡跟普利托利亚遐讲，哦，啊，恁遐我扫描器较济啊，因遐讲因的扫描器是安那，一看你这台车驶偌紧，位啊入去，去到遐几分钟，伊拢甲你算出来。啊！你有超速哦，吼、哦！遐在掠超速，啊！甲在掠这个过路费啦。甲摆因遐住民吼、哦，差不多四五十趴唔够啊啦，过路费唔够啊啦，我还是无多好去实施。啊！咱个公道转来，咱遮高速公路都起好啊。
叫一个财团啊，甲设一个扫描器，然后都要坐伫底下咧收钱，安尼敢对？伊安那，伊干那啥？讲要好较紧啦，我讲好较紧啦，这个钱去予财团去收啦，都无法度啊。我唔知听人咧讲，遐立法委员遐拢咧食屎。我甲大家讲吼，迄阵啊，迄个要做 EDC 的弊案啊。有甲通知啦，叫我看要去审查也无啦，发一个来啦。迄阵我嘛有一个任务，我一个伫我一间私立校咧做讲座教授。讲座教授是教授了后，迄超过年龄啊，甲都啊讲座教授。我遐有任务，我问阮迄董事长讲，我要叫我去去迄边，都买了，莫去囤那个浑水啦。我不在想想我若去，当然我会坚持我的意见当然有时候没有用。五个外聘委员，伊遐若今三四个拄仔讲啊，干那我拄仔咧话若是无啥路用，我袂参加。类似吼，现在拢要想，你知？叫一些学者专家当背书啦，足济代志啊！拢咧叫专家学者当背书，起来专家学者都有提出良心，请他们怎么做，但是他们看你较袂好势，后回就无要叫你啊！咱若去某摆，咱就歹去啊！内政部叫我去审查这个案子，我迄阵甲建议讲，咱哪会无爱去比照？新加坡，新加坡的制度，咱就提来做一个参考的，加安尼建议。迄个咧做研究的迄个单位，伊是迄个要做东吴大学的人咧做研究。甲因遐内底的人可能拢有关系的款。伊讲安尼，这个研究经费无够，因为我提出这个意见以后，另外一个跟我同样的在审查的。委员伊提出来讲，无得美国拿来做参考。当然，伊讲用韩国甲日本的观念做出来。我的想法是讲，韩国甲日本的观念，我认为无够啦。华人可能是新加坡，甲咱较同款较正常，咱奈无爱用新加坡的资料过来提来做参考。那个国公，安那无个用美国，且，到尾叫我去，我就歪去啊。这就是讲，咱即嘛吼，无法度啦，真正无紧甲赶赶好走吼，咱这爱靠经验的吼，爱来斗三工，整理这粪扫，安尼。予咱未来的子孙会过了较好，无啊，白死的真正，拢予财团，钱滴哩冒去，滴哩迄落去，这白色恐怖啊，这个白紧啊，这拢知影吼，我来看一个，这讲招大家来国企啊创，嘿啦，来创造历史吼。这个我应该爱讲了。再去秘书长讲到这，秘书长介咧联络个呀，去送这两张图啦，有无？再去秘书长伊讲，人打电话给伊啊，到尾佫一个啊讲台湾话啊，伊有安尼讲啊无？迄个人送个啦，迄个人送这两个啦，伊伫四季酒店个时。送这两个，你讲交予你秘书长就知影。咱唔只会去拜天皇，若无这两张哦，咱敢会去拜天皇？迄条我真
真会阁拖，会阁拖。伊这两天来，咱很明确啊，美国的政策就是这样的。啊，伊阵啊讲，讲阿弥塔寺，伊若讲出来，因为秘书长有讲，我讲袂紧，哦。啊，秘书长讲无讲，啊，迄人无讲，因为伊阁讲。一个公职的来得该公单位，也要公单位，因为他那个是在日本留学，又跑去美国，又去美国本土台湾人，啊，又在美国阿弥塔寺里一个啊重要人士。好，我把一个讲上者，因讲上者吼，迄连带下来吼，如果嘿，买吼，为保留吼机密啦吼。啊，这也大家知嘛吼，大家应该足清楚啊吼，所以这无问题。啊，今晚要和大家了解吼，因为咱去原告嘛。哦，去告美国的嘛，啊，伊有这个判决嘛，啊，有这个判决，就是，啊，我就感觉很荣幸，即卖这个律师来吼，迄十一个内底我要伫遐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也感到，这叫做创造历史啦。好，啊，这咱会了解吼，伊迄阵啊，目前吼。有二十要减吼，即马讲要减到十二万人咧，吼、哦，一个直直减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三千多个裁撤啊，哦，啊，这拢给大家看过啊，因为这个是啥，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所以郝柏村去咧唱。中国国歌，哦，中国国歌啊，伊伫阿咧唱。郝柏村以前在讲中正蒋介石他迄个啥，蒋经国的身边的一个将官，啊，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，当然我是当狱官的，我派到哪里去？军管区就是军政府，还有民政府。啊，秘书长讲，迄就是警备总部。事实上，他挂的牌子就是啊，台湾军管区总啊司令部，或者嘞警备总司令部，两个牌子挂一起的。我的背章是军管区的背章。后来又派去哪里？派去板桥，迄个就是台北县团管区，哦，迄那是军政府的单位，哦，啊，伊迄边啊，搁写一个台北县啊警备总司令部，警备司令部，啊，这是台北县团管区，这个就是军政府啦，安尼大家清楚嘛，吼。啊，这确实都有这个单位的。啊，这头拄啊讲的，这拢因家己起的哈，家己起的啊钱，啊唔只甲好多安邦，咱只出钱啊，互因来吃。好啦，吼啊，这互大家看哈，啊过来，因为这我看到一个报道，我才去想这个代志。十二点过，拍摄你民航机，什么机要入台中机场，都是延迟前往。哎、欸，我去看一个报纸讲，香港的一个飞机，甲只十二点，十几分啊尔，啊讲，搁甲寄飞香港转去。啊，这是啥？十二点以后是美军要用啦。美国对外，他陈田刚这个地方是美军使用，
十二点以后，可能到六点还是这样。这个期转，所有民航机不能降进，没有办法降落了哈、哦。啊，这里都有的人讲啊，你这里新闻情势啊，就像啊，无可能。咱起码来现身说法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当然这是三例的。 在报道哈，阿公这咱是啊，给咱起码是感谢三立给人报道了，咱起码卖看三立，好啦，看三立报道好啦，时间应该没有问题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破获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，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 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 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 国旗绿色代表台湾，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 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？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，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：谁疯了？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，你会看得到。 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办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，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咱今麦吼先介绍基本吼，基本足重要的，基本。 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因为安那讲基本足重要，咱发身份证根据这一本，啊，基本吼、哦，美国也足认真嘞，叫咱发身份证，啊，佫甲咱指导，讲叫咱爱成立啊，迄个叫参议院，啊，迄阵啊由参议院。 通过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里面啊来来去去，送给美国，美国又改改又回来，啊又啊我们这边看一看，又讨论，啊又改改过又过去，来回3次啦。啊，你看，这敢会过？哦，啊这好知影嘞，这。 这就是讲以后讲到权利法案，才提这本。啊，实在以后会根据这一本，因为这个美国都看过的，吼、哦、也，啊，大家这本我较认真来去了解一下哈、哦。啊，来，起码我因为咱起码为这本的根据来发行这一张，这一张发行出来了，有的讲啊，这啊无请落。 路用吼，咱起码来访问团，咱派三十几个去美国，啊，因起码要来证实吼、哦，咱这是台湾晶片的，有的单位吼、哦、无晶片，迄拢是假的呢，啊，咱这确实有晶片的，吼、哦，应该有身份证压手一下好无？哦哦，要无亲切嘛吼、哦，啊。 啊，赶紧来请，100%是正确。我今晚要过来
给大家看这个，看讲咱这些成员现身说法，迄袂过哩。来，咱请啊，拜托咱的成员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。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，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灰熊肝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安尼敢会骗呢？啊，所以讲爱予大家足清楚，爱了解，根本有诶都拢未了解啊！哦，啊，我别讲啊，啊，我即卖都要甲大家讲，一定是晶片，一定是晶片的，好、哦。但是哎呀，我这有写啥名？我这已经啥名写到写无看到，安尼用，可能用这张吼，迄名吼写，吼，好，类似要甲大家讲吼，这是100%正确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过来看这里，啊，这里当什么伊啦？伊讲啊。秘书长拢安尼讲好啦，啊，无我来提来美国的，会做啥相关的，爱着走去关岛美国管的嘛。啊是啊，毋是，爱要试讲这边确实有影无影，哦，有诶拢安尼啊，哦，爱伊入去啊，你看，甲迄个入关甲登因啊，入关登伫遮，啊，这着是啥？啊，这着是80%的啊。咱即会用的，恁敢有方骗去？啊，恁拢来做诈骗集团来？哦，啊，所以这敢是诈骗集团？诈骗集团爱伫入去管道。好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因为咱家吼以前的教育拢用骗的啦。啊，骗到大家，我啊就讲啊，你莫用骗去哦，迄诈骗集团哦，拢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这张吼，大家我足清楚啦。我看上课的讲师，我甲你讲吼，这张后壁拢有迄个号码，你知无？大家拢知嘛吼？啊，嘿，啊，迄就是啥呢？嘿，就是讲啊，你他一看，因为现在没有籍贯了，
啊，这里面都有秘密，警察局也都搞不清楚呢，高层的他们都知道这边有这个密码。啊，因为我们是他的敌人，流亡政府当时是中国派来的，啊，他跟美国啊来接收，啊，美国是我们的敌人，他来轰炸我们，依照战争法，流亡政府是我们的敌人。敌人哪会叫我们去做兵，啊，叫我们去做兵啊，我们也做得高兴啊，啊，真的，啊，因为我是来去做医官，不然我应该，我说我商业学校毕业，我就头路好做啊，我哪会去，要去，我们那个时候啊，啊，又去读大学，因为我大兄我去做兵啊，5+3比8，啊，我比较悬一丝啊，啊袂使五厘啊，啊那五厘啥？啊我讲啊，阮老母讲啊，无去考医官哦，唔去考大学啦，大学考着都做医官啊，较看我啊，袂去抄啊。哦啊，这就是讲，我系去考大学，这就是我一个动力嘛。哦，类似乎大家清楚啦吼，这。啊，我是在做兵，我很好运的，我跟你说，大家我派警管区去，啊，又派来团管区，啊，团管区我只拿义官，我那里面都长官长兵，啊，只有我义官而已，啊，5点外那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5点那里，5点10分那里就要吃饭了呢，吃，啊，就死亡工商啊呢，有诶会搁留到寝室啊，有诶出去啊，有诶啥？啊，我有警官寝室免我困，啊，我当干那伫遐咧过时间啊，足艰苦啊！我就搁走去政大，诶，政大拄啊伫迄个叫做迄个政治大学，迄个金华街，迄个叫做气管啊，叫行政气管中心，我搁走遐去。我去读册，啊，所以我原早讲，我若抽签抽去金门去，啊，我就传歌册来啊看，转来来考高考，吼，拢家己有这个规划，吼，类似安尼，啊，吼，啊，吼，大家知影，啊，我足好运，啊，怎个抽个遐个走去读册，哦，啊，类似讲，有当时啊，吼，都爱把握现在啦。大家都参加了，你就要把握现在啊！当时候的状况，我那个时候的状况，啊，无剩的时间，啊，头啊，五食饭头5点半就用完啊，咱要创啥？啊，就坐一个火车，啊，就板桥车头个近近啊，坐一个火车就到台北，啊，台北啊，就过去坐巴士去金华，迄个政大啊，气管中心去啊，过去啊，读册。类似安尼啦，都要把握吼，这吼。后来啊，过咱过来看，这个图案啊，迄个是迄阵啊日本人吼，迄个精英班吼啊第一期的，我做的图案啊都从啊照改用啦。啊，我要问遐日本人吼，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，是安怎？流亡政府的国防部下令除掉这个国徽，知的人也手看卖，有人要讲哦？啊，来好来，你较近，你有情要举手来，你来讲一下，是安怎除掉？美国收回金钱，好，啊，搁多一个，迄个，搁一个要，头拄啊，搁一个野手要讲的。他不是正常国家，好，我搁补充，拢有要有这个意思啦，我要补充一下，咱甲告美国啦，告了后，
美国甲咱讲，以美国是向世界宣布，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：第一个，不是国家，恐怖分子不是国家；第二个，有武器；第三个，征兵。哇，对哇，对对。咱甲美国讲，迄你讲的啊，爱实现你的承诺。而且鼻仔望咧，讲啊，好啦好啦，啊你啊你你，他不是国家，恁法院也讲的啊，哦，头拄啊迄张啊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好好，你不是国家，啊，不可以有武器啊，啊，来来来来，都擦擦掉。要征兵，啊，不要征兵了，来募兵了。安尼大家唔太清楚哦。安尼今日大家来上课，就记得等于去甲大家讲，哦，安就足清楚啊。啊，这拢是咱去告美国，啊，必须恁抗议，美国接受执行。因以前吼，迄个船形貌吼，迄个帽啊吼，迄粒也无去安尼。因迄粒花生，咱直接讲头讲三年啊，因即摆也有诶唔甘愿，唔爱要去客咯。啊，无事实上吼，迄粒无去安尼。迄个以前叫做迄个联勤总司令部，吼，联勤总司令部伊改做啊。后勤、哦、司令部、哦、嘿，我去审查一个案子啦，他邀请我去啊，我去甲问讲，哎，奇怪，以前我咧做兵的时候，这个传情报拢一粒徽章啊，啊哪会无去啊？伊若讲安那，就啊，即摆讲同年讲，未使夹徽章啊，夹啥？阶级啦，加一半呢。啊，是一粒花啊，两粒花啊，啊，这是啥？啊，我歹势甲直接甲讲，啊，这就是讲，你迄个都袂使用你，这个车轮牌，这个都袂使用你啊，但所以这个补充给知影，因为我去审查因的后备迄个怎后勤司令部，我敢去。招两三撮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啥？因为我是学者加专家嘛，啊你那上网有我的专长，会叫我去，啊我就去，啊我搁加要求呢，哎，恁讲叫俺去查迄，俺到现场来看卖的，伊是要做迄个会谈吼，迄个。迄个一个单位咧处理的单位，我唔讲，阮都爱来看嘛。啊，我唔才会入去。我因就讲啊好，咱当时伫台等啊，大家到庭来去遐参观。因迄、那个，我可会走去较好做迄个大厦，应该伫大厦迄家遐啦。高雄，哈，大。大树遐啦，遐一个叫做兵工厂遐啦，我来入去遐去看。啊，因为迄阵咱是专家咧，哦，咱也甲你安排甲足好势咧。哦啊，这是讲一个，讲到这样啊，让大家清楚一下吼。啊，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啊，这应该会出头，这拢会知影嘛吼。啊，这人，啊，这都走入历史啊嘛。我去审查的时都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同学咧报道，咱也卖阁看啦。宪兵司令部裁撤啦，这啦电视报道嘛吼、哦。啊，无金门这个，予大家看一下啦。吼、哦，看新闻，金门这个报道。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。
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。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。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桃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好，安尼恁大家清楚嘛吼？咱即摆要一个 PowerPoint 吼，咱要拜托咱的做啊。重新吼去找这张吼，我迄个大船离港，伫迄个高级班诶内底有一张大船离港，诶，这个叫做啥？泡饭吼，大家吼，诶，起码那因为讲到这吼，因为时间要5分钟左右啦，个别吼，因为后期我要去国外啦吼，啊，可能甲大家，因为那个读高级班，可能个别个同心会来上课，啊，我拄啊，咱有这个缘吼，高级班我咱无上着，啊，初级班上，所以我要予大家个了解最近的代志，就是金普聪邓海石甲。迄个马英九讲大船离港啦，啊是安怎叫做大船离港？大家去思考就好啊。啊，即讲要即个自由广场，即讲吼，啊，向何方？啊，大家向哪里？平潭嘛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所以我要提资料给大家看，讲啊，这个教授讲的拢无影无一只，我出个传播，我是要跟你讲，我讲的拢有证据，好，未讲人胡未讲啊，好，我要讲拢有证据哈，一切是6月16日，好啊，这个人哈啊，一切的是。这个自由广场这个的报道，依据媒体的报道，刚回国的金普聪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。好啦，大船离港论，咱想看嘛，咱以前吼做囡仔时吼，好足欢喜的，讲大船入港，大船入港。啊，是啊，大船离港，美国啊，大遐米粉啦、啊、牛奶粉啦、啊，来帮忙人、援助人，大家足欢喜个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即嘛，伊转来尔呢，伊伫美国才转来尔呢，甲讲大船离港啦，啊，这恁会知啊未？啊，唔知嘛，大家都拢无爱互恁知啊嘛。刚第一届听到的牙手就看卖，嘿，
报章也报，嘛都体间哦，大部分恁体间拢无看到嘛，啊，所以讲这都是安尼嘛，哦，啊，伊这个吼、哦，这个讲啦吼，马总统嘴巴上说我们同在一条船上，哦，哦，马主席的心里啊，正要啊离港的大船，因为说我们所谓我们吼、哦。因家政府官员呐、啊，因遐政府啊，中华民国的遐百官呐、啊，应该含金府中啊。你讲大船离港论，安尼咱是港家船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向何方？向平潭岛了啊，平潭岛差不多拢创好啊。啊无怪讲咱的高速公路啊。啊，叫一个拢予财团，财团发生代志，拢无问题，拢无代志。所以讲财团，甲我收收的，我走去平潭哦。啊，恁收的，啊，搁分我呢？伊搁要搁到平潭来收咱台湾的高速公路呢？所以。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咱大家爱拍拼？拜托两件代志，好唔好？第一，叫较少年的，也是叫较有经验的，伫现在，伫政府机关的人员。愿意咧效忠咱台湾民政府，以后要会子孙较好过。我们的宗旨要效忠，我们的宗旨为百姓服务啊，为百姓设想。那安尼，请伊来上课。第二个，咧拜托大家。叫去办身份证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好啊冇？大家做会到未？感谢啦，感恩啦，咱今日到这结束。